十二日起，中天综合台最新一季《中国好声音》四。熊熊大火从屋内窜出，大火闷烧，浓烟直窜天际。起火点在十楼，消防队员以高空涉水灭火，一度受困的住户逃出火场，吓到几乎腿软。含泪用毯子紧紧裹住女儿，母女俩就担心逃不出火场。救护车上的这一家人，爸爸脸被浓烟熏黑，妈妈浑身颤抖，全靠女儿临危不乱协助就医。妈妈几岁？妈妈六级。家人吗？不是这边的啦，这边有住家啦，啊这边没有啦。哎，真的是火已经在烧了，就赶快去拿一条毛巾。起火的大楼位于高雄市的中山路上，十楼 KTV 疑似厨房失火延烧。由于该栋建筑属于住商混合大楼，不断窜出了火烟，把住户跟店员全吓得冲出来。冷气窗口有这个明火来窜出了，第一时间获报都还有少数的住户受困。一度受困的十人当中，大多只是受到惊吓，当中有三人呛伤送医，没有生命危险。起火原因有待调查。凌晨一场大火让众人饱受惊吓。记者林振成、吴明、黄佩如高雄报道。